颠倒啊，那颠倒呢，就像凡夫个小心，凡夫就是不明白道理嘛，难免啊就会颠倒。小心的修行者，就是执着的啊，这个修行啊，迄、那个小我的范围，所以也无法度把眼界看开，而容易呢，起着一端，嘛是会有颠倒。所以讲八道啊，这是完全之凡夫小心，所以颠倒。用这个妄啊，以无常的法中啊，假常世间敢有常呢？哪有常？是安怎咱哪会讲昨昏？哪会讲今仔日？是安怎咱哪会讲旧年、今年？同款伫咧过日子啊。那有迄个过去、现在，也嘛是各有未来呀、啊。未来的名称啊，永远都是伫咧变嘛。所以，无有虾米常啊。现在叫做透早，过一时啊呢，就是啊，已经天光嘛，叫做上午。来到下午，那这个上中下的时间，这就是啊无常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间无常流动中啊，万物嘛是同款对于这个应变啊，大自然的事物。是安尼，何况讲咱人啊，咱人体内新陈代谢，幼细囡仔不断因为新陈代谢不断成长成长，少年人啊，也是同款，大自然啊，身体的变化。慢慢的中年、老年啊，人有多位是常，不过呢，凡夫啊，偏偏都是要改戒掉的，就是常。所以以这个常啊来戒掉，但就容易颠倒啊。那世间呐、啊。明明就是苦啊，不过呢，凡夫啊，就是假乐。这世间乐在哪里呀、啊？既然有变化，无有一项是咱永久，所以呢，无有什么款的乐。不过凡夫啊，就是。偏偏在苦中作乐啊！啊，静静该想看卖咧，多一个人唔是伫安尼苦中作乐呢？明明都无我，那偏偏要该假有我，那、啊、这我到底是啊？什么时阵是我？什么物件是我？但是呢，
人拢总有一个我的执着，他就有计较啦。因为有我，就有你，就有伊。所以呢，人我他。啊，伊称家己，伊嘛是讲我。那你称你家己嘛叫做我，到底多一个叫做是我？这个我就是咱凡夫所执着啊。所以呢，计较纷争就真多咯。那不争计较啊，那是感冒的时啊。开始就爱封口罩起来咯，因为呢，咱身躯内底啊，完全呢，这是细菌。感冒细菌呢，真猖獗。只要你一个咳嗽，一个咳咳嗽呢，那真侪的细菌就对咱的口中出来啦。容易感染到别人啊！咱想，咱的身躯到底有多位清净嘛？所以不净而计净啊！这就是拢种凡夫。行的人呢，就是敢那计较的空，无啊，什么都无啊。其实，就是啊，在迄个空的中间啊，他就有一种的执着，所以呢，容易啊偏差去，所以啊，着意。空哦，那相啊，伊呢就甲讲无相。其实啊，什么叫做空？凡夫修行啊，唔知影讲迄个空中阁有妙意哇、啊？唔知影讲吼，无相的中间啊，伊有隐形啊，搁在呢？乐界回乐，有一种呢，迄、那个法喜相乐啊，但是呢，伊无法度通去体会到，所以呢，乐界回乐啊，啊，我界无我，明明呢，都有一个我啊，伊只是迄、那个大我啊，伊无法度通去体会。就会执着在迄个小我，小的这个无我，这呢嘛是叫做颠倒啊，境界不净，有清净妙法啦。但是呢，什么代志他都改认为不净啊，所以这就是啊，凡小八种颠倒哦。修行啊，咱大家拢知影，独觉、修行、行闻等等的，这拢总是一种修行修行者。咱即马来甲伊分析，什么叫做凡夫啊？非常计常，非常计常啊！咱都知影，世间一切呢，都是有为法，有为法呢，皆是无常。
嘛是虚幻不实啦。这无有断过的物件，但是凡夫呢，就是该执着讲，这是相的，这是我的。什么叫做有为法啊？有为法就是讲有作为的。这个物件啊，我感觉伤短，我想要把它拉长。那会长会短啊，这都无相。啊，我感觉安尼伤细，要把它控较大嘞。那这嘛是无相的啊。咱世间啊，只要乎你有做作的物件，形一定会变。这呢是有为有作的物件，那是叫做无常。何况讲在天地万物中间，土地面顶的草啊、摊清气，伊也是阁会发起来。那么咱种花、种树，咱要唔忙伊呢？种树会开花，会结果。结果落来，这个物件，伊也过下当，搁再落土，再搁再就因缘呐，安尼呢，搁再成长，但是欠这个缘呐，伊就成长袂起来。所以，唔是讲永远拢总是安尼个，所以讲起来。就是无常嘛，何况讲咱在天地万物、大自然的境界都不断地咧变动。看看2005年，这个时间来啊，你看天下的偌济山河大地变色啦，有的山呢。已经变成了溪谷，有的河呢已经浮悬起来，比平地搁较悬。这种大自然呐，会摧毁呀。那么大地山河的变动，想看大自然呐。有多位是常，何况讲世间啊，社会事物，老实讲，无一项是常。何况讲咱人啊，红孩仔的时代是我，少年的时阵是我，或者是呢，老来的时啊，所以咱家己的身躯不断地咧变化。因为呢，咱有这个幸运，真正的微细，安尼不断不断运转变动，都亲像这个大乾坤啊，日月地球不断地咧运转啊，这呢哪有是常的呢？所以啊。无常啦，而且呢，都是幻化啦。阿公，凡夫啊，就是无法度去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呢，这个争端啊，都直直起来，烦恼无明啊，真正是苦不堪言，这都是凡夫啊。梦给是熊，就变成了呢，是熊的颠倒哦。啊，这个熊的颠倒呢，都一旦好咱呢，真烦恼啦。各有第二行的颠倒啊，那就是飞落界落，飞落世间。什么是真正的快乐？世间多数的乐呢，差不多是五欲。这个欲啊，人讲欲心如火啊。
欲念如海呀、啊，敢是有一句话讲，爱河千秋浓啊，苦海万重波啊，这个欲啊，是无止境的。何况讲社会人间的五欲，这色欲啊、声欲啊、香欲啊、味欲、触欲，这呢是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啊，最让人起颠倒的呢，就是这五项因素。所以五欲本来世间啊，这拢总是虚幻无常，但是在这个虚幻无常呢，咱要加执着呢，都变成了就是苦啦。所以讲，非乐皆乐啊！世间五欲之乐，这拢总是惹来了真多的迄个苦因啊！非我皆我啊，各位，我到底在哪里啊？咱用这个名词来讲我，这只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尔。这个代名词呢，嘛永远无同呢。你讲我，我嘛讲我。到底是你是我，还是我是我？或者是伊，伊嘛讲我啊？是伊是我，还是我是我？这呢，实在是一个代名词之意啊。不过咱人啊，都是皆我我，所以呢，非我皆我啊。那这就是心，这个心啊。该因四大加合，咱知咱的身躯是我嘛？咱的身躯呢，其实是四大加合啊。但是啊，咱无人知呀。尽管咱学佛的人啊，师父定啊，甲恁讲啊，四大加合啦。但是呢，知啊，四大是啥物呢？我知啊，地水火风啊。那但是。这是知啦，知迄个名词啊，真正内面的道理，那无法度通去体会。所以呢，因为无去用心去体会啦，咱的定定呢，就是非我皆我啊，无去想讲哦，这种四大加合本来都无有一个真的我伫咧，因为凡夫无有真的我嘛吼、哦、啊，那四大的名词啊，都各有名词啊，所以咱呢爱多去了解吼、哦、人生啊，无虾米呢是真的我吼、哦，所以啊，这真我不可得啦吼、哦，不管虾米时阵呢，咱。不断啊，迄、那个幸运啊，安尼伫咧转变啊，无有一个时阵是相处的卦。那第四呢，就是不增计增啊，因为咱家己的身躯，别人的身躯，这拢总是干净，所以因为呢，有男女之对啊、肉啊，那其实呢。有什么好对啊？有什么好弱啊？惹来了呢？这个色欲啊，那惹祸小心呐、啊！世间偌呢真多呢，因为人对某一个人起欢喜心嘛、啊，不择手段哦，这嘛足痛苦的哦。唔知影讲迄个人同款呢，嘛是真不清净，就亲像。莫丁克里啊，伫咧对阿兰的时，阿兰伊呢，偏偏啊一点嘛，都去和莫丁克里看起哦。加在是舍利弗啊，文殊菩萨啦、啊，
及时出现啊！安尼赶紧甲带转来到佛的面前啊！佛陀呢，叫阿难讲去啦，去洗身躯。那甲规个身躯洗洗咧呢，那摩登伽利就来咯，要向佛陀讨阿难。佛陀敢是真慈悲呢？你的弟子阿难，我爱啊！你恨我嘛？好我嘛？佛陀呢就讲：来，你爱阿难呐、啊？那阿难洗好身躯的水，甲摕来头前。你若爱伊，你先甲这个水甲啉落去啊！摩登伽利呢？佛陀啊，这水是这垃圾吧？你哪会要叫我啉呢？佛陀就讲：你不是真爱吗？干那一身苦洗落来的水，你都嫌垃圾啦？也阁有哦，身苦啊，久空不净啊，有啥物好爱啊？摩登伽利呢，他就干我啦。所以咱凡夫啊，根基钝弱啦，咱安怎讲都唔知呀，就是爱都对啦，对呀、啊，这种呢，家会来小心，根基哪卡来呢？看佛陀呢，安尼向摩登伽利，安尼一个点破，你唔是真爱爱呢？这水都是伫伊个身躯来啊。安尼，伊会当觉悟出家啦，修行啦，所以啊，不增戒净啊，各位，咱大家人在日常生活中，辛苦呢，咱家己呢去探讨，探讨家己的辛苦是啥物款，去想想有啥物可爱呢？所以各位，希望大家人对啊。佛陀的教化中啊，咱既然修行，咱都爱时时啊，多用心啊。